你要不要坐？太恐怖了，不要。确定？不要，太恐怖了。你有听到声音吗？秋冬旅游补助哦，对，剩那么一天了，好，我们赶快进去吧，废话不多，赶快走吧。要啦，秋冬旅游补助的十二岁以下免费。Lucky， 过年前赶快来玩。你们要玩什么？玩这个，可是我没有看到那个牌子。大嘴鸟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玩的是巨嘴鸟，就是安全带的使用方式，那个安全带要放好，手会跟使用方向往后拉是上升，往前推是下降，这个可以自己控制，蛮不错的哦。你之前有玩过吗？确定？有啊。哈哈哈！陈小林，很刺激哈！都讲不出话来了。请坐好，准备启动。耶，阿基。我们来看他刘海。下去了。谢谢，拜拜。好玩吗？好，我们现在搭乘的是一艘独木舟。独木舟哎，这个两个人可以玩一起玩哦。对，这边有很多这种东西，我们都会。把它拍起来。好，我们正在玩那个海盗船的蜻蜓日。我们因为坐在比较高的地方，我们飘上去会容易被浮起来，会一直尖叫，心脏会快停掉了，对不对？哎，独木舟原来安静哎。哦，现在缓和一下，缓和一下。现在海盗船累自己了，对不对？嗯。缓和一下。哎，现在几点了？快十点了。慢慢玩吧。很棒，今天因为只有看起来是只有一个高中那个学校，大概有六七台游览车。对。那一般的游客的话是比较少。对。准备连线吧，开始玩喽。双脚并拢，哈比哈尼大冒险。小妙确实坐在椅子上。二在我这边，来，耶，出来了。
好啊，我们来去看看看看看妈咪。其实可以做简单的。对，我们看一下，看一下嘛。两个小傻瓜。哎呦！哎呦！好累，我们是团长，很累呢。请做好准备，启动。准备启动哦。哦，真的呢？第一个最闪的，会不会很恐怖啊？店名啊？有啊，又不是写一什么的，我刚才不是给你看。哦。然后我在吃肉。这里是六福村的美国大西部。美国大西部，如果我们想来就来，要先来，然后再看我的影片，这样才好。然后买一个，妈妈还没有做好。那会不会晕车啊？不会。确定？确定啊。等待中。叮，启动电源。请做好准备喽。确定不会愣住，老油井这点看起来蛮厉害的。那你想坐哪边？跟我讲一下嘛。跟大家随便啦，随便。如果害怕要讲，还是害怕的应该是你吧。说不出话来，对，哎，不是，至少十几次，而且我都来过，我觉得我说不出话来，对，哎，我们玩那个跟比海盗船还要恐怖，那个老油井会翻360度了，哎，他好像有翻一圈呢，有，我好像有感觉到他整个这样绕过来，对不对？很刺激。
真的很自私。比前一批没有翻过去，嗯、对吧？翻过去了，哎，说不出话。可闭着眼睛就没有感觉哎、欸。所以你刚刚是闭着眼睛玩啊？没有，我去那个动物园区了。Go。自己看，你不会快。再等一下。超慢，很慢，跟脚踏车一样慢。等一下就不单。看起来好像不像，比摩托车还慢。我妈摩托车很快的。我今天蓝天白云的，好。天气也很冷。哦，哈利波特。夏天暖。请不敢做第一个。这个太恐怖了。好，出发了。走。我们有要去阿拉伯皇宫吗？没有，我们先去那边。好，走。哎呦，好热，挡住。太阳太大，要记得防晒哦。DM 攻击 ，DM 防御。哦，DM 防御啊。啊！南太平洋。南太平洋。很好玩哦！跟我们的观众说一下。没有感觉，没有感觉，真的没有感觉。这很慢，真的很慢，超级慢的，很慢。还有前面那个。脚尽量这样子才不会湿。是要换的。
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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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西部急流泛舟，请乘坐中的朋友请注意，为您的安全，船在行进当中，请勿站立。你的手扶好就好，手扶好，你手扶好就好了。手扶好，不要站起来。大风，我怎么想大富翁啊？这么好笑啊你！惨了！我保护你们。准备要爬坡上去了。还跟我对视哎，看妈咪，真好可爱。可以晒太阳。火山历险，出发了，战士们，走吧，我要上去。从上面上，然后再绕过来。答对了。哇哦，很棒的哦。火山历险，要回家了。他们三点半，他们就集合了。哦，龙哎，你就是 what the？ 哇，背向后靠，不要低头。很有 feel 的嘞，很有 feel 的嘞，有双层嘞。第二关才是最强力的地方。就来了。哦。准备好了吗？哎，搞不好有三趟。没有，只有两趟。来了，扶好哦。啊？你要重来是吗？准备要往前冲了。呜呼！是吧？是。没。等下直接这样冲下去了。答对了。啊！骗子。背向后靠，不要低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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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喷到我哎，好爽哦！都喷到我了，没喷到我，都喷到我了。我第一次。
船在行进中可以站立摇转。我坐你对面。就是小试身手，这个是海盗船，是小试身手，这是超级小试身手。哇！好累了，从早上九点玩到下午五点，精疲力尽。你会累吗？不会啦。只要有玩的，一点都不会累。对，下次还敢来挑战吗？不敢。那些游戏都好，可有一些游戏很好玩的，有一些很好，有一些游戏很休息的，然后上旋转，上旋转木马，好的。我们今天的影片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还有订阅好。那这影片就这样，拜拜。你还喜欢我们去哪一个游乐园呢？请在下面留言喽，拜拜。跟我们讲一下吧，拜拜。还有，你最喜欢的是六福村的哪一个设施？也告诉我们吧。我觉得最累的应该是老什么的。老油井。最累了。就这样子喽，拜拜，再见。来看吧，知道吗？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